本月27日， YG 娱乐公开了金智秀首张个人专辑 Me 的主打歌 Flower 的预告海报。这次海报中除了披露智秀新的个人形象之外，还公开了 Flower 的部分歌词。只见智秀在满是阳光的空间里，以头部侧靠双手的姿势凝视着镜头，与之前预告中强烈的红色、黑色形成了很大的反差，展示了独属于智秀的舒适、温暖的魅力。海报中展现的歌词翻译成中文是，只留下花香就走了。3月27日是 Lisa 的生日，祝 Lisa 生日快乐。 BLACKPINK 近日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办的演唱会已经圆满落幕，现场粉丝挥舞应援棒，形成了一片粉色的海洋，那震撼的场面只有在现场才能感受到。 BLACKPINK 此次全球巡回演唱会预计将动员150万粉丝，是迄今为止 K-POP 女团中最大规模的巡演活动。